从自然形象的描写到半具象的抒发，带您来欣赏黄永和的绘画。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灵感，在大自然的景色里观察写生，黄永和从传统出发，一步一脚印，慢慢锻炼基础，不敢间断，累积无数的经验，本着一颗热忱的心，尝试许多技法和媒材，借此表达个人的独特性和时代性。从自然形象的描写到半具象的情感抒发，深入抽象神秘色彩，祈求在自然中相遇。在黄永和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到他厚实的根基和丰富的色彩，在完整的内容里隐藏了许多细节，耐人寻味。他的内心理性层面忠于自己，在感性中有着浓郁的情感。他的画朴素而不华丽，清新自然而不脱俗，简单低调而不奢华。仔细品味，能体会其中奥秘。黄永和的创作内容丰富，主题意象明确，传统与创新融会兼顾，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面貌。不论色彩的变化、光影的捕捉、造型的演化，都显示出艺术家深厚的基础。每一张作品都经过严密的构思，由心灵启发，建造绘画性语言，试图架构出色彩和笔触的张力，展现强烈的磅礴气势。时报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。